感谢主，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主的圣殿中。我们是带着喜乐的心情，尤其是这个月十二月一到，我们就看到到处呢都有又到 shopping mall 啦，或者是餐厅啊，你就会看到物质不同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个月我们会庆祝圣诞节。圣诞节就我们都知道了，主我们信徒都知道，就是主耶稣，纪念主耶稣降生为人，来到世上来做我们的王，来做我们的救赎主。所以我们很高兴，来我们祷告，感谢主耶稣，感谢你这么的爱我们，感谢你亲自来到世上来做拯救的工作，来救赎我们。我们认识你，我们知道你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谢谢主你的救赎，我们现在带着喜乐的心，我们要开口来称颂你，我们要赞美你的美。主是我们的君王，我们这样把今天的聚会恭敬地交在主你圣手中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就请我们的三位小姐妹来带领我们敬拜赞美。
来聆听他的话语，来听他的教导。山坡的谷，都是你在。
如果你身体有疾病，你要有信心的感谢主，
你要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，你为我们流出的血，你为我们呢身体受鞭伤，你也是要医治我们的疾病的。所以这个忧患呢，它希伯来文就叫做国力，国力就是疾病啊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生病也会痛苦，我们有忧虑也是会很痛苦。所以这个痛苦呢，希伯来文就叫做 Makbo、啊、我们却以为以上也讲的啊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，是我们以为是是主耶稣被神击打苦待，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。主耶稣这么的爱我们，他亲自降生来拯救我们，为我们的过犯，我们人是带着罪而生的，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的罪，使我们呢与神隔绝了，我们的啊，我们呢是人呢是灵跟神是隔绝了的，所以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呢，我们才能够有神的灵来充满我们。所以他为我们的罪孽忧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这么的爱我们，为我们呢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之功，不单单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，还使我们得到医治。所以我们有病痛的，有什么问题的啊，我不平安的，主耶稣全部要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受这个饼和这个一表主的宝血的杯，好，一起来领受。
我们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来做这个开始的祷告，把它闭起来。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今天可以带领我们每位来这里唱你的诗歌，来这个聚会来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希望你可以赐给我智慧，还有智慧来传达你今天的话语给大家听，奉主耶稣的名字 ，Amen。Amen。很荣幸和开心的，今天又有的跟大家分享主的话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约翰福音第10章第7到第10。这个字就是耶稣的七个我，就是说主啊，就是我，他自称耶，我们的耶稣就指他是们。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先啦。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都一定会有愿望和盼望的。不懂你为在座的有没有，好像有没有那个心啊，要去看世界啊？有些人就喜欢每一年都有去玩啊，去看世界。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哇，去日本，有些就觉得去看巴黎啊，拜了天堂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华人呢，每天我听那些老一辈的讲要翻唐山啊、黄山啊，要回中国。就我又看到这些照片，我就想到以前那时候我初初结婚的时候，就是我就和我的太太呢，就带我去，我们就去了台湾，说我们去阿里山啊，说我们晚上去哦，说差不多很夜晚啊，说上那个山我们看不到那个山的路，只是哦坐着车啊，原来都不错啊，都很安全的。直到我们第二天我们要下山的时候，我们才看原来那个路啊是很窄的哦，很窄很小的。这样我就想起一样东西啊，这里的司机啊可以载你上去，可以载下来，都是一流的，唯一最好的，在世界上最好的司机。因为什么呢？不好的司机全部都是掉下去那个山崖，没有了。就这样子，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，他们可以保证你上山，保证你下山，不好的头头都拜拜了。就我就想到这个，就是唯一说。我们就讲到约翰福音第10章第7到第10，我们的耶稣就讲，我就是羊的门。我会为大家念一遍啊，第7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长子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丰盛啊，所以so,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在这一篇短的里面，耶稣说我就是门。门就是他讲他就是唯一的门，就是在约翰福音耶稣有讲到他七个的教训，我是他一直讲我是。第一个我是呢，他就在约翰福音讲过，我是生命的粮。第二他就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第三，我是羊的门。第四，我是好牧人。第五，我是复活和生命。第六，
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还有最后的，我就是真正的葡萄树。所以我们讲这个，我都讲到这个呢，其实耶稣把自己比作羊的门，是要教导我们那些重要的信息呢。这里说到门，其实有三个要点啊。我们这三个，第一个要点就是讲，我就是羊门，主是唯一的门。主就是唯一的门。OK， so 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了，他讲门啊，唯一的门，他 I am the door， 他没有讲 I am the door。一个门，耶稣没有讲我是 一个门，就跟那些门有什么分别呢？就我们要看一下羊的门的特征先啊。OK， 在这个巴西斯坦，就是在中东那边，他们的门，这个就是他们羊的那个羊卷啊。说、so, 这个就是那个羊卷是什么呢？我们再讲下一些什么讲啊？要讲那个，讲下就是这个门在哪？在巴基斯坦呢、啊？就是在中东，他们的羊的门呢、啊，是他们养羊的羊圈是这样子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啊，是这样子养的。它不像好像我们在电视啊，纽西兰啊，哇，那个很漂亮、很丰富，全部都是平地。在中东，他们的地啊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好像平地的，他们是山，所以他们的那个。羊卷呢，一定是要这样子做的。你看它是这样子大大的呢，这个它大到有这样子的，有一个小的门，就是为了什么呢？防贼防东西啊。所以这些牧人呢，啊，牧人是什么呢？啊，他们就常带这些羊出去吃，喝。晚上呢就带你们进去了啊，所以羊，耶稣呢就把我他们人讲到是好像羊这样子，他就讲主耶稣就讲我就是那个门，你进入那个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门呢很重要的，它就是给安全的啊，有牧人看着这个门，那个。羊呢就是会害怕的，在里面呢，那个羊晚上呢就可以休息，又可以享受喜乐，也是一个平安的门啊。就是耶稣就给我们看啊，耶稣给我们看这个他就是门。就我就讲的，我们来讲，我们就讲故事啊。每个人在这里是有一个故事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住个故事啊，你们这里谁的故事是没有门的？没有门的，你没有去看过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？你们是那些屋子装修啊，还在装修屋子啊？你装修那个屋子啊，你进去就是如果没有门啊，你们会觉得怎样？哇，好像不安全哦。啊，尤其好像那个，哎，我们看西洋狗的屋子啊，只是没有门的，那个好像很奇怪，你会觉得哇。这个屋子好像有点不对哦，哇，进进出出谁都可以进来哦，啊，但是啊，每一个屋子一定有一个门的，啊，我们就讲到回创世纪，你看创世纪啊，挪亚的他那时候啊，他建那个大船的时候，就是那个门很重要的，他叫那些动物全部进来了。他一关那个门，就是外面就下雨了，就神的审判就来到这些人了。所以我们呢，就
所以这个门是很重要的，是我们在里面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就可以全给我们就有平安。还有门在旧约也是很重要的哦，那些人以前以色列人要去敬拜神，他们也是要经过一个门才去到最神圣的地方啊，这个就是他们这个门啊。所以我想跟刚才讲一个例子了啊，我们人生呢也是会面对许许多多的门的啊，好像如果我们请朋友来呢，一定是前门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做错东西，你要做什么呢？找保姆咯，跑后门啊。现在有看，你们有看足球哦？如果我们有看世界杯，最重要的是什么门？龙门哦。啊，因为那龙门，我们如果你想踢球，没有龙门不好的。嗯，小偷最喜欢什么门呢？窗门哦。你没有看过小偷是从前门或者是后门进吗？是窗门爬进来的。嗯，我们当然是我们华人呢，那些我们好像每个人都会如果是女的呢，我们就讲娶嫁了就入门哦，啊，入门去行的这样。死了去什么门呢？我想问大家知道没有？死了是当然是去鬼门呐，那个是那个也是门呐 啊，一定是去鬼门呐、啊。所以，我想跟大家说的呢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告诉他写他约翰一书约翰。福音他说，耶稣没有说我是多数门，我是世界上的门啊，你们他们什么门，他没有讲到他是多数的门，他说我是唯一的门啊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，耶稣说有个说法在世界，如果你有听啊，全部道路通罗马，对不对？这个很出名的。但是耶稣说他是一个道门，耶稣不认同全部路是道罗马。他说他是唯一的门。所以在耶稣的时代，我要讲回这个羊卷啊，你看OK， 这个羊呢，你看这个就是牧人啊。牧人就是他有两个方法的哦。你看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休息。羊，这些羊呢是靠着这个牧人呢来出去，来进去。所以这个牧人有两个方法的，有两个选择。第一，就是说他在这里睡觉，第二他就是找一个附近的城市在那边休息，一定要有一个人啊看着这个牧的啊。如果你看他们这样子的，说这个人这个牧者呢晚上就会在这里睡觉，所以呢没有贼没有野兽会来，没有人会来侵犯或者是抓到这些羊。如果我给你看呢、就是这个就是别的了，羊卷，你看他们达到很高了，所以那个羊一直可以进去，所以有一个门，耶稣就是说他就是门，所以我们进去了，耶稣就会看顾我们，也是会保护我们。第二的重点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嘞，这个门，耶稣讲它是门，它是讲说什么？它是为世人预备的，是这样子的。他就第八段他讲，我就是门，
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什么意思呢？凡字，凡这是最重要的，这个就是重点。因为他说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说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的，必须进啊。神的恩典呢、啊、神的恩典不是只是给某些人，神耶稣讲他的恩典，神的恩典，如果你看那个凡字、啊、是给凡事接受的人，好像你和我啊，你的亲戚那些人，全部人，总之是这个恩典不是只是归于啊某些人啊，但是是凡，他讲凡是接受的人啊啊，你看呢、啊？你看他讲凡从我进来的，你看耶稣讲的话，他没有说好像OK 你们不可以这些不能，他讲的东西充满爱，也我们上帝，我们的神跟我们讲的话，他的爱是永远没有改变的。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啊，第三章十六节、啊、他讲啊，神爱世人，我会为大家念啊，神爱世人，既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，不止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啊，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意思是说神他的这个东西，他总之是凡信他的他都会救，他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人的爱会改变，但是神的爱不会改变的。就好像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，就好像我们结了婚啊，或者是结了婚啊，有一段日子，如果你初初结婚，或者是你初初谈恋爱的时候，就是全部都是很漂亮的，哇，什么吃，喝水都是甜的啦。以前我带我太太去吃沙，在沙那哇也是甜的，做什么东西都是甜的，哇，身材又很好，全部东西都很漂亮的，哇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啊是这样，很开心的，过了几年呢、啊？哎呀，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啊？怎么这样子了的人？怎么你我娶你回来，或者是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你已经很英俊了，怎么现在没有秃头的，又肚子又大了？那、啊、怎么你的好像你的那个你的怎么你的那个身体啊？以前啊？哇，很fit的，很苗条。现在不讲了，不要讲了，等一下。这个就是人哦，人就是这样子哦。都觉得哎呀，人的爱就是会变的，但是啊，神的爱它不会变的，它永远的。你再等看啊，他讲凡从我进来的必然的就。凡从我进来，他没有讲啊啊，你 OK 你进来了啊，但是不能救，耶稣没有这样子讲哦。凡进去的都是会得救，就是这些羊呢，我们好像就是羊人，就要听到耶稣的声音，所以我就要讲羊啊，羊有两种的特性啊，羊呢就是我也在你没有看到圣经里面讲鸡讲牛讲猪讲别的动物，他只是讲羊而已。为什么呢？羊呢，我有看过羊，对，你们有没有去看过，有没有看过羊啊，绵羊 啊马来西亚应该是比较少有羊啊，我们很多鸡很多猪啊，可是羊就比较少。但是我在
我在上网我做了一点调查呢，这个羊呢其实很软弱的哦，很软弱的羊，因为你看那个羊呢，它没有好像牛公牛有好像牛的那个牛角，水牛有角，马会跑很快，全部都连那个鸡啊，哇，也是会飞啊，或者是那羊啊，哎，真的是很差的哦，很容易给那些野兽吞吃的啊，所以他们也跑啊很慢的哦，哦，所以要也是要跟人的，所以也是会时常迷路的。啊，那个羊一定要人带，好像你一堆羊啊，如果你把那只羊带走了，那些羊也不会发觉他们不见了哦，啊，哎，这是他们羊呢是听声音的哦，啊，他们要一个人带领他们的哦 ，OK 来啊，你们好人家哦，比较好还就会来，所以有一个他们上网有两个牧人呢做了一个实验，他们有两堆羊。所以他们就想看一下这对羊啊会不会，如果我把我的声音变了怎样啊，他们会不会跟踪我 ？OK， 那他们就刁蛮的学，那两个牧人呢，他们就学了。OK， 我就学他的方式叫，看我这样子叫或者是什么，那对羊这些羊群会不会来跟着我？我咩啊，就叫咯，但是。他就讲，哎，他们学来学去，他们是学了咯 ，OK， 他们是学了，就试下看可不可以了。原来他们这个实验呢，就发现到，这个牧人他学另外一个牧人的教还有的行为，他自己的羊跟着他，而另外一个他们教了这样子，另外一个牧人也是学这个牧人的。方式叫，看他会叫他的羊跟从他吗？那个羊也是不会跟从他，反正是自己的羊会跟从他。所以这个表达的是什么呢？羊是会听声音的。我们身为人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是必听从主的声音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是属于神的。耶稣说他是牧人，好的牧人呢会怎样呢？就会好的牧人会怎样呢？就会什么是凡是什么呢？他就会献出他的生命保护那个羊，就是好像我们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死是为了我们，啊，所以你一听了这个福音，你听了这个就是我们随时随刻都要听耶稣的声音。人生是有很多个门的，有些门是开的，有些门是关的，但是想跟大家说的是，如果你有看到一个门，你可以试下去看看可以开的，好像这个羊门的，在好像这个耶稣讲的这个门我们要进去的，就讲到两以前我们就讲到另外一个故事，是说为什么我讲试下看这个门可以开的是就是这样子的。有一个故事是讲以前呢有两个兄弟的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的，所以他们是住在这个家啊，所以每天呢，这个弟弟回家是不用锁门的，啊，没有锁门的哦，因为那个哥哥真的在家会等他回来，这是开门。所以有一天，这个弟弟忘了带钥匙，哥哥也出去了，所以他就焦急哦，不懂可以进门了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有试过在家外面等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，没有进过门的，没有进过家的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尝试过这个，我也是有了。所以这个弟弟就很焦急哦，等了两个小时，等个三个小时，哇，
这个门进不到哦，我要做功课啊，很多东西要做。直到他的哥哥回来，就是跟大家说，他就跟弟弟说，你为什么不试下推那个门？啊，我没有锁那个门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哥哥太疼这个弟弟了，说他那个门他就没有锁，就是好像我们的耶稣开这个门给我们，这个门他他没有锁，好像我们吸引他了，我们要进去这个羊圈，我们是没有的，没有他没有锁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会常因为你尝了主的恩典的滋味，你就会知道你遇到什么问题，你遇到什么，面对了什么人生的挫折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是因为耶稣就是好像这个大哥那个门，你的避难所，你的门他不会锁，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去找他。就到了我们的第三个点，你必须进来。我们讲到这个道路，我们听了这个话，在耶稣就讲，就跟我们说，信主耶稣的必要性。你听了这个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这个门，我们讲了这个门的，在约翰福音他说到这个门，你听了，你就要进来，就是相信他，信到他。意思为什么？意思讲呢？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有时候或者是还有这些还没有信啊，这里如果还没有人有信到还没有信主的话呢，其实你可以进来相信他，信靠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羊，这个门呢，如果你看呢，这些羊呢，主的这些羊呢，就是好像我们这样子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一进了这个羊，就是羊圈呢，他就可以得到丰盛的生活，他就不用这样担心，不用担心外面发生什么事，因为有一个好牧人就会看着他，主的恩典会超过我们需要的。所以呢，进入羊的门呢，神就给我们三份的礼物。第一呢，就是得救的礼物 ，save。为什么呢？在罗马书有讲到犯罪的，就这罗马书有讲到，就是罪的 wages 就是死亡，公教就是死亡。得救了的礼物，你进去了这个羊的门呢，你就得救了，你就不用受到这些的东西。第二就是平安的礼物，喜乐。为什么讲平安呢？现在的那天我这个世界上的平安，这个世界上每天跟你讲平安，但是都不是很平安的。我相信每个人的屋子啊，以前我记得60年代70年代在这里，在马来西亚，我的婆婆讲了，不用锁门的，没有人锁了，是啊，开门的啊，全部开门的，你进来了没有？可现在啊，不同了啊，社会变了啊，全部要锁门，每个人的家都有 CCTV 的，前面照后面照，全部东西说
有时候啊，你做了这么多东西，你做了这么多防备啊，你是没有平安的哦。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。你觉得你做了很多东西，你觉得你应该是会给你平安的东西，但是其实都好像没有给到你一点平安。但是我们作为在主里面的，我们进入了羊的门，第二份礼物神赐给我们的是平安。因为在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是一个很一本书啊，很他约翰本身，他每年以前他是一个很火爆，总之是全部东西不对呢就要打架。如果他以前约翰呢有和他是称为雷子的，我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他本身如果这个人得罪他 ，OK 啊，耶稣，我们叫火下来烧掉这些人啊，没有用了的。但是他看了耶稣，他跟从了耶稣，他会觉得哦，原来耶稣给了他平安。所以我们家里这个羊，我们身为羊，好像耶稣的羊，我们进入了这个羊的门，就有平安，就不用担心啊。好像那些羊子不用担心的嘛，因为他们晚上在里面住，就好像我所讲的屋子有一个门的，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份礼物咯。第三个是满足的礼物，是 satisfy 不是 save satisfy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活在这个21的世纪啊，其实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哦。科技很发达啊，你赞同科技，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，电话网络都很发达，但是发达的你会觉得人好像很寂寞很虚空，好像人不懂在这个世上活是什么。还有最年轻的一般就觉得东西好像来来去去都是这样子，满足不到他们的心。但是呢，我们进了信了上帝，进了这个羊的门呢，我们耶稣可以满足到我们，会把我们心里的这个虚空，心里的肃静，还有你若你。在社会活动，在这个世上活着是什么？耶稣，信了耶稣，真的是我原来有这个世界，其实都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神会把他的爱充满我们每个人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写出爱。所以结论呢，我是今天的结论就是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，有兴趣三个重要就是。我就是羊的门，耶稣就说他是羊的门，凡是进去的就不用担心。哎，这个门呢，它是为世人预备的，它不是说给某个人啊，你要好像 OK， 有个单啊，你要符合这些条件才可以进。没有，耶稣讲凡是相信就有的。还有第三，你听了这些东西，你当然是要进来了，进来了你就可以得丰盛的生活，也好像我刚才分享的有平安也有满足。所以今天我的讲到就到此了，谢谢。